经换上几种颜色，像飞在空中的彩虹。It's a happy world， 这里充满欢笑，这里就是属于我们的草莓乐园，唱首歌，永远永远快乐。老师要离开。老师，我决定了，明天一早就走。啊，老师要走？是的。离开草莓园？没错。糟糕，这件事要赶紧告诉大家。不好了，不好了。到底出什么事了？老师要走了，要离开草莓园了。什么时候？明天就走了。我不想让老师走啊。没了老师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老师走了，以后就没人给咱们上课了。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了，明天我们一起去请求老师不要走。对，我们明天一起去。啊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老师，别走。啊，我们不让你走。老师别走啊。不行啊，定好的事不能改啊。老师，你一定要走吗？老师送给你，以后一看到他就能想起我。老师，虽然我总惹你生气，可你别忘记我。你是个可爱的孩子，老师怎么能忘记你呢？再见了，孩子们。老师再见。我们占领草莓园的机会来了。大个子，这里已经被我们占领了。这里已经被我们占领了。没有任何反抗啊。这里被我们占领了。老师走了，留着教室也没用。今天怎么回事啊？他们这么反常啊。我们真的要离开草莓园吗？我不想离开草莓园。从今天起，这里就叫嘻哈乐园了。如果感到高兴，你就拍拍手。如果感到高兴，你就拍拍脚。我爱你，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天堂。我们去开庆功会吧。孩子们，你们好啊。啊，老师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回草莓园就要经过这里呀。老师，不是说要离开草莓园吗？老师离开是去办事情，现在回来了。都是你搞错了。原来老师是去办事，我以为要离开草莓园呢。不好了，嘻嘻哈哈把草莓园占领了。庆祝我们的嘻哈乐园成立啦。好吃的东西真多呀。
草莓园是我们的，我们要夺回我们的草莓园。哎，你们快离开。快跑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